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婚礼主持人，又是我，超屌。事不宜迟，让我们现在欢迎市长。各位宾客，大家好，我是今天雄秘的周永喜，今日做皇帝来参加壮如山、甘美如水婚礼，祝他们幸福快乐。好的，那我们先来让壮老先生讲几句感言。哎呀，真的是相当的感动啊！我感动一下，我感言。